什么找老公一定要找好色的？因为不好色的男人大多都没有出息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男人连美色都激不起他的兴趣，要么他是一个怂包，要么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生存能力非常差。如果你找了一个好色的男人当老公，他能够激发起你的征服欲望，你就会努力不断的上进，保持好身材，提升好内涵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没有人喜欢的话，那只能证明你的眼光也有问题，你也是一个矬货。为什么找老公一定要找好色的？因为不好色的男人大多都没有出息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男人连美色都激不起他的兴趣，要么他是一个怂包，要么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生存能力非常差。如果你找了一个好色的男人当老公，他能够激发起你的征服欲望，你就会努力不断的上进，保持好身材，提升好内涵。你想一想。